Hello，大家好啊，我是全哥贾正博阿全。那今天我们来做一个测试吼。前几天开台的时候，很多观众说，只要副本里面箱子是五个，必定会出 BOSS 或是首领。那我们再测试一下，到底这一进来这个副本，只要是五个箱子，它会不会出赛尼斯还是其他的首领之类的？好，影片就开始吧，开始开打。无呢，五个箱子拢也无。哪呢？嘛无啊，所以他伊甲箱子无关系就对啊啦。我是感觉应该是甲箱子无关系吧。对啊，没有，所以没有王，没有王。所以是跟箱子没有关系，所以大家不要再被箱子几个说箱子几个，反正就是几率训啦，应该不关于箱子的问题。好啦，以上就是一个影片测试吼，如果说还有什么其他要补充的，在我的影片下方做留言就可以了，那我再持续做测试吼。好啦，谢谢各位啦，那影片就到这边喽，我们下次影片见哦，各位拜拜，再见。